然后看着那背肌，实在是不知不觉就很出戏啊。油腻腻的大叔，我想大家都看过，也没人想再看，我们就来看重点的部分，重点的部分吧。那个背，那个腹肌，我天哪！我靠，那个身材，哇！那个笑容，我靠！我相信绝对没有任何麻烦敢惹你啊，可怜的姐姐。喂，哇，那个三头肌，天哪！我觉得我被他打一拳就死掉了。哇，哇，天哪！环顾四周，我只想环顾这个克雷尔。哇，那个腰，真正的虎背熊腰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哦。Hello， 有人吗？强壮克雷尔来了。叫你不要！啊啊啊！我靠，一次就危险！不会吧？我的亚克雷尔才出场就死掉了！我的肌肉是装好看的吗？哎哎哎，怎么轻骑？怎么轻骑啊，哥哥？怎么轻骑啊？啊！啊！啊 ！Yummy！ 哦，哦，你们身材都不算什么，我这个身材才赞呢、啊！嘿，嘿，嘿！然后帅气的李昂要来了。Oh, don't shoot！ 看到我的二头肌没？像一颗千里外的星光，我们只能退望。你的爱的力量。We gotta get out of here。那个肩膀，李昂看到没有？我的肩膀多有担当。我、哦、免费食物，我需要很多蛋白质。哇，这身肌肉配上这个，哇，太搭配了。啊，直接，那个哇，那个肩膀跟额头。哎、欸，我、哦、要按住啊！不好意思，忘了。哇，展现肌肉，收到了。哇，哈哈，看起来多轻松啊！配上这个身材，看起来就好像轻松很多。所以先生，不要装喽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好了，我来了。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，你小鸟要被吃了！另一只手，另一只手，啊，小鸟！突然觉得配上这身材，感觉像是克雷尔把它扯断的。你的爱的力量。对不起，我把你扯断了。啊！我太大只了，铁门卡住了。哇，马文学长你也蛮有力量，我这么大只，你一只手就把它拉出来了。你也不看看我的身材。你的爱的力量。
是。看身材看不出来吗？Holy shit! No, I don't. It's good to see your face, though. 啊，恨不得把你扛着扛回家去。不要舍不得我的大胸肌。塞进对讲机，塞进我的超级热裤里面。这种机枪就是要我这种身材的人来用。嗯，丽卡宝宝吃得很爽，我先射他吧。为什么要先射他呢？相信有看我频道的朋友都会知道，就跟我先前做的一个实验是一样的。先射完他，然后呢，他会开始吃饭，再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然后他就死掉了。喂，我枪撞了手臂给你抓。来呀、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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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吧你！我可以帮你把你妈扛回家咧。我手还抱青筋呢、啊。没道理呀、啊，扛不动。你以为那种东西困得住我吗？我可以把你折成两半，你这个变态局长。啊！配上这个身材，看起来真的超生气的。啊！That was easy. 哎哎哎，哥，哥，哥，吓我一跳 ！You motherfucker！ 哦，好巧，我被吓到。Surprise motherfucker！嘿，这里是廉价郎。若你正在看我的频道，那你就是我最棒的观众。也欢迎发表你对本片的看法，觉得哪里有趣，哪里无聊，哪里智障，哪里没梗，我都非常想知道。感谢你的观看，若喜欢本片看廉价郎耍枪，也别忘了按个赞跟订阅本频道。我每日都会更新，让你吃饭、排毒、通勤都有廉价郎来娱乐你。也可以到我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廉价郎窝瞧瞧，并按个赞追踪，目前都会在那发公告跟废文。还有想看本作游戏完整故事实况的朋友，也可到等等出现的播放清单里观赏。那么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啦。